解封第一天刚好又是假日，民众可能闷坏了，全往外跑。彰化鹿港天后宫前的人潮满满，老街更是人挤人。小吃店业者忙得不可开交，直说像是过年一样。有蚵仔煎业者尽管一整天忙翻了，还是乐在其中，笑得合不拢嘴。预估业绩回升达到90%以上。客人一波波不断涌入，蚵仔煎进柜供不应求，业者忙到手软。店内人潮满满满，座无虚席，翻桌率超高，业者笑得合不拢嘴，直呼像过年一样。四个月来第一次生意这么好，预估人潮回流超过90%。自疫情开始到到即马，可能四个月有百外工啊嘞，会啊，今仔日人真侪，真欢喜。而老街更是人挤人，水泄不通，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般。这里是鹿港天后宫前，民众果真是闷坏了，解封第一天全都往外跑。像过年很热闹，真的很热闹哈。刚刚进来说还要排队，哇，顾不胜啊！哦，半年了吧？而不止鹿港老街，彰化田尾公路花园也涌入不少人潮，骑斜力车沿途欣赏美丽的花海，享受难得的轻松时光。不过虽说疫情解封，但在人潮拥挤的地方，还是建议民众若是不能保持社交距离，还是戴口罩比较保险。期待容貌彰化报道。今天开始，全台防疫措施大解封，各地的观光景点也涌现人潮。嘉义布袋观光渔筏开航，民众抢着要搭船出游。而南投日月潭的风景区也看到了不少民众涌入，在花莲也有许多的游客来到海洋公园。而我们记者仔细的观察发现，各地戴口罩的民众明显减少，大多数民众认为疫情已经很稳定了，脱下口罩也不担心。谢谢。海豚整齐的在水面跳跃，观众惊呼连连。防疫解封第一天，大人小孩涌入花莲海洋公园。因为我是搭飞机过来的，非常的轻松啊。对，而且跟家人一起出游，十几个人，十七个人。有一段时间了，闷的大家都有，像我这样就闷的会恐慌症了。实在闷坏了，在嘉义布袋观光渔筏历经疫情寒冬，终于起航，游客抢着搭船出游，享受沿途风光，大啖新鲜渔获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就是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。而在南投伊达寿老街码头也出现不少观光客，不过仔细一看，这里还有这里，戴口罩的人好像少之又少。我觉得还好，因为也已经50几天都没有确诊了，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确诊。戴口罩是真的会很热不舒服，不戴口罩也不担心，游客大解放，业者更是乐开怀，看到商机复苏的一线曙光，预估暑期旺季还会有更多人潮，也准备好要接待爆量国旅客人。解综报道。其他焦点继续来看到，全台大解封，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也改成每周三召开一次。而今天在记者会上，指挥官陈时中不但邀请了防疫五月天拍毕业照，也难得秀出了他跟疾管署吉祥物总裁合体的影片，现场还品尝了中州科大送来的蛋糕庆祝。而回顾指挥中心成立至今已经140天，总共开了164场的记者会，被问到在过程当中最大的难题，防疫专家表示，除了白牌车司机事件，还有口罩之乱，都是艰巨挑战。来，指挥中心毕业照，阿中部长玩开了，主动要求拍2次。现场更有请卫福部吉祥物总裁，只是影片卡播不出来，还好部长幽默化解。今天人比较多，所以总裁有一些害羞，不敢出来。防疫五月天会后又合体，品尝中州科大送的蛋糕。部长吃完蛋糕是不是要刷牙？对，应该要。忍不住诱惑，指挥官拉下口罩偷舔手指，模样超萌。记者会越开越欢乐。回顾指挥中心成立至今140天，开了164场记者会。这些关键时刻还记得吗？谢谢大家，我们一起来承担这个任务。好，我们都在写历史。同仁打得这么努力。武汉包机铁人部长记者会连环发，也因首例确诊掉下男儿泪。音乐家确诊还在台演出，当晚10点多紧急开记者会，文化部更亲上火线。而这场抗疫之战，专家印象最深的考题是什么？第一个当然是进来的所谓的白牌车司机的时候，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有医院感染的时候，绝对是心惊肉跳。印象最深刻大概就是在春节后那段张罗口罩的期间啦，回想起来是那段期间是非常的
紧张，但是也顺利的度过难关。关关难过，所幸关关都过。随着6月7号全台解封，不少人每日下午2点守着观看的记者会改成每周3登场。好久没休息的指挥官这么说：“非常谢谢哈，那我们大概就以后会比较久才见面。”记者综合报道。国内连续八周没有新增本土感染个案，管制措施宣布大幅解封。指挥中心以卫福部和中研院研究模拟防疫新生活的政策效果，特别指出，如果只有70%民众戴口罩或维持社交距离，假设每5天新增1例境外移入个案，大约200多天，全台3000个病床就会爆满，对医疗体系造成冲击。但是如果超过80%的民众都遵守防疫新生活的规定，勤洗手、戴口罩、保持社交距离，就能够继续维持医疗量能。国内连续八周没新增本土个案，管制措施宣布大幅解封。指挥中心以卫福部和中研院研究模拟防疫新生活的政策效果，明确点出，只要越多民众持续遵守社交距离或是戴上口罩，就能保护台湾医疗体系。戴口罩服从度在0.6以下，那大概就会这个爆床。如果0.8的话，它就表示说这个可以在这个3000床以下的这条线度过。研究指出，如果依照英国伦敦大学模式来设定参数，把潜伏期设为5.1天，平均R0值一名患者可传给2.4人。如果2人都戴上口罩，可降低70%感染；维持社交距离，能减少69%感染。假设台湾每5天就增加一名境外移入确诊病例，只有70%民众戴口罩，一旦疫情爆发，所需要的病床数这条蓝线就会显著攀升，大约200多天就会爆满。最后超过红线，也就是全台3000个病床数量，但如果超过80%民众戴口罩或维持社交距离，可能需要用到的病床数这条黄线就不会跨过临界值，代表医疗量能可以继续维持。个人的防线绝对不能放，遵从度越高，那我们的抵抗力就越好，那边境就可以开放的越大胆。指挥中心强调，模拟数据相当简化，实际状况将更加复杂，目的还是希望透过相关模型佐证，民众落实防疫新生活，才能大大降低疫情传播。也只有守住个人防线，未来才有机会逐步开放边境。记者陈子凡、黄明胜台北报道。之前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全台不少宗教活动暂缓，如今疫情趋缓了，不仅南投紫南宫香客明显回流，高雄旗山天后宫也决定7月14号要重启4年1次的绕境活动，并获得了指挥中心的同意，不过有附带条件，参与的民众必须采实名制事先报名，另外人数也要控制在1000个人以内。而这回指挥中心会放行还有一个关键，因为旗山天后宫这一次的绕境地点多半都是集中在旗山区周围，范围还有人数相对好掌控。镇头神教热闹出巡，各大宗教绕境活动今年碰上新冠肺炎，无奈喊卡。如今疫情趋缓，原本4月要办绕境活动的高雄旗山天后宫决定7月14号重启活动，获得指挥中心同意。没有禁止，而且他的这个参与的民众是采报名制，所以基本上都可以联络得到。我们还是建议他在每天的这个绕境的人数上，还是以1000人。放行的关键就在庙方这回6天的绕境行程都集中在旗山区周围，且参与的民众都必须事先报名，人数也限制在1000人以内。不过绕境途中经常会有热情民众共襄盛举，恐怕很难控管人数。其实5月底内政部才发出函文，强调像是绕境进香等非固定地点举办的活动，因为参加者多为不特定对象，加上移动式不容易保持社交距离，且难以全程戴口罩，因此只开放250人以下小规模可举办。如今条件再放宽，但要如何避免群聚，将成为庙方面临的一大难题。看看南投紫南宫，周末就有大批信徒闷坏了，涌入庙里参拜，庙方只好派出专员宣导。跟平常时哈，跟咱人这些大概是一模一样的，甚至还多了一点点。我嘛是同一直随时在宣导。维护信仰防疫工作也不能轻忽，平衡点拿捏有待各大公庙进一步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